糖果，连我们去吃火锅，他都偷偷给你涨60块，哦，亚西人，换一张纸，这样就变60块，哦，真的是太多了，所以不赶快回来赚钱怎么可以？啊，你妈妈早上赚多少钱呢？嗯，你要用汤匙来吃吗？因为你还没有洗手，嗯，吃太多了，嗯，你这样会不会吃太多了？你的手都是口水呀，啊！这个水都是口水耶，太吓人了！又在吃这个便便，去洗手比较快。赶快去洗手啊！哎，赶快去洗手啊！那手要拉起来。哎呦！11号，然后还有用肥皂，关小一点点，太多了。嗯。洗，哇，怎么又一直掉啊？奇怪呢。嗯，因为肥皂很滑，对不对？喂，谁帮忙用刀？哦。你洗好手，我给你一个小礼物，好不好？是什么小礼物？嗯，你先洗好，然后去妈妈那边坐好。那是便便吗？是一个小礼物啊，然后你要跟妈。